马勒坤哈嘎宁文，按照平阳中埔西小街的许多盘桌，也个个传统的菜，许多人对呀，也个鸟辈们也是有想象的哟。今日屯太家小街平东从此有一对卢卡上推人，卢太祖总厨官家陈德安，有一位太家来讲解哈嘎种盘桌天朝个油麦个菜。做好这些梦啊，吃就吃得了，只要来都免的。用煮的三层肉加上甜葱米椒同酱油一道批料，再用中式火焖四点钟，用所有的香米油腌肉质底白，每块肉色起来都像豆腐香样发软，也都会合状烹作天然酥香的红肉。我要是把咸猪去干到肉底白去，自然的呢，把那红肉的甜味都带出来，所以讲咸甜咸甜都可以讲面。今天都接你的啊，接你来啊。接人呢，又系合葬烹作一天爱肉嘅菜式，主要系以煮嘅嘅后腿酱肉，再加上一些皮肉高做肉酱，再加啲五香、太白粉同番薯粉，用薯炸到人呢，重复加翻酥香，本肉就变得特色，食起来那么香球又弹牙。说你啊你啊吼，你讲我是话硬牙齿，我嚼我嚼啊，哦，我不嚼，我再用到用讲接人，接人我接到特色。国片中铺是描写迄经典菜式失传的故事，其实客庄地堡也有相同的情形，也让难怪客家中厨官陈德安要心存感慨，未来家事真是没人来接，以后客家古早秘鲁只能靠想象的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